套上这样？因为我觉得蛮适合你风格，因为感觉就是比较年轻。嗯，对。然后别人跟你就直接讲没关系。就是我说的是身形的一个效果啦。我不想拍。其实 OK 啦，你线条真的比之前好很多。而且我到时候还会再帮你就是推一下。我会把胸部变超大，然后肚子变超小。Hello，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叫探克里斯 ，Have a good time。我呢，现在非常想吃蛋糕，还想要吃甜甜圈，还想要吃炸鸡、哈根达斯。最重要的是，我非常想要喝酒，因为呢，我已经戒酒三天了。那是因为呢，今天我要拍身形记录。之所以有这个计划呢，主要的原因呢有三个，一个呢是我已经健身了三年，虽然呢现在的身形呢还是素人以上，见人未满。第二个呢就是经营这个频道呢将近两年多的时间了，最重要的是呢我的追踪数呢已经超过了一万了，耶、yeah!如果以经营两年来说，它一万其实并没有很多，可是呢，有很多的影片呢，观看数其实蛮高的。都是你们呢，只是光看不定，所以你们都是白看的。就是说你要先来挑衣服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很凶。你觉得这哪个好看？一个是肤色的，一个是白色的。不然都穿了。都穿，穿两件了。不是两件了，看看了，就是两个都拍啊。哦，好，是让你选嘛，看效果。好 OK， 好，开始看要不要先穿个裤子。上衣的话，先搭搭看这个吧，然后里面不穿，然后之后把它脱掉。先搭在里面不穿。对，好。那裤子呢？裤子的话，灰色吧。哦，对。那内裤要穿吗？内裤要穿了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开始化妆。现在呢，要介绍一下今天的摄影师 Jacob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Jacob。早期就有追踪我的观众呢，就会知道说 Jacob 呢，在去年就开始出现在我的频道了。那为什么今天要找他呢？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他本身呢是 model 出身，所以他肌肉非常的好。那我本身是第一次拍体态记录，所以呢，就是要请他来指导。那第二个呢，早期的观众就会知道说，克里斯早期的频道呢，就是会走泰国旅游相关的。那后来因为一些状况，所以到第二年呢，一度频道撑不下去。那后来想说收掉太可惜，所以就变转型。那那时候其实追踪数很少，那 Jacob 就是算是我早期邀请的来宾，然后跟我一起合拍影片，所以要是没有他的话呢，老实说啊，也走不到今天一万订阅。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，就是去年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呢，愿意答应跟我一起拍影片？我觉得就是一个缘分吧，情谊相挺，就是当初我们其实在很久之前就认识了，然后隔了几年，然后我们重新搭上线，那跟你聊过之后，觉得你很诚恳，然后你也很努力想把频道做好，那我就觉得我自己时间有空，然后呢，我能做就来帮忙。哦，真的很感谢你，贵人。不会，谢谢你找我。然后第三呢，就是呢，还没想到。为什么我这套穿这样？因为我觉得蛮适合你风格，因为感觉就是比较年轻。嗯，对。然后再直接一点的话，就是假设说，你就直接讲没关系。就是我说的是身形的一个效果。我不想拍。这礼拜我已经戒酒三天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！其实 OK 啦，你的线条真的比之前好很多，就是之前有，可是现在有些更明显。嗯，而且我到时候还会再帮你就是推一下。你会把我把胸部变超大，然后肚子变超小。哎，这好看哦，这个也其实是可以做那种迷蒙的，然后就是勾人的拎起这样。武装。你觉得我身材变好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觉得？那这样子有很色吗？这有。
好，我们现在呢换第二套，所以你现在这一套要改变风格。嗯，对。你要改变怎样？我想要用不同的颜色，因为蓝色跟黄色它们是对比色。嗯，那我想要营造就是跟上一个不一样的风格，就是有点颜色冲突的对比，这样子更凸显你的身材，这样子。就是帮我遮丑的意思。没有啦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好，开始。今年这个线条都很明显，而且到时候我会加深，所以就很明显。这就不能录进去。刚刚那个很厉害，有些蛮厉害的。嗯，是吗？就是双人扮双人，真的好烂啊！啊，终于拍完了，我觉得身材其实我真的是蛮难的，因为我今天是处女拍，这是女处女座，对，我觉得蛮难的，其实。其实你拍得很好啊，哎，你真的很客套，你真的太客套了，没有，真的啊，真的，真的吗？那就我身材哪边需要加强？加强，我现在都满分了，有什么加强？你少来，太夸张，这个人真是信不得，很不承认，很好了，真的吗？就是饮控再注意一下就好了。你不会喝酒，因为酒精的热量高啊，然后酒精的阻碍蛋白质合成啊。好，我不要听这个了，还是这样。好了，那我今天很高兴的，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支影片对我来说其实意义非常重大。要是没有 Jacob 的话，其实频道也不会到现在。因为老实说，在去年一转型的时候，我也要过很多来宾，其实也碰到很多的拒绝，也遭受很多的白眼，可是我还是一步一步到现在这样子。现在发的片呢、没有到很快，可是那个当下我都是很认真的在剪，就是以我能力所及的，尽量把这个片完整的呈现给你们。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你现在主要还是英文老师？对不对？对，是也是摄影师。嗯，所以服务的项目主要有哪一些？英文的话，像是说证照或者是绘画都有。那摄影的话，就是个人形象啊，或者是记录啊，也都有。就是反正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这样子。OK， 有什么需求的话，欢迎 DM， 对，私讯他的 IG 好不好？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就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Bye。大家吃什么？要吃 cos 冻吗？我想吃 cos 冻，可以啊。就大家尽量拍我的右眼为主，因为呢，我这边呢最近那个玻尿酸打的比较多，就比较肿，这样子讲。所以 OK， 在这不要弄，不要弄。